好，翻嚟最後一節嘅俾你漫步。嗱，呢一段片段開頭嗰個訪問咧，我哋可以唔信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可能係真，可能係假，可能係有一啲不安好心嘅人揾人去辦非法移民，答話自己未有未攞到，唔係美國 citizen， 不係乜，即係註冊咗做選民，去抹黑呢一個選舉係可以嘅。但係佢跟住提到明尼蘇達州嘅州長喺2023年簽署咗呢、這個啊，即係全民可以攞 driving license 啊，呢一啲咧係堅嘅新聞。而不選總之後咧，就只有 driving license 就可以投票。嗱，咁呢啲咧係乜嘢事咧？嗱，結果咧係將會有幾多非 citizen 嘅人去投票咧？唔知嗱，共和黨嘅人就話咧，今年係會金睛火眼啊睇住。但係如果係啲咁嘅情況，你點金睛火眼咧？嗱，呢個唔係淨係明尼蘇達州嘅單一事件。嗱，我真係唔知仲有幾多個州會係咁樣。嗱，雖然而家 Trump 咧個勝算就好高，但係呢一啲咁樣嘅啊搞作。你能不能夠想像，除了要做假以外，一個受過基礎教育的人怎能夠容忍一些不是公民的人來投票呢？所以較早時候我昨天有說過，美國情報說會發覺可能有伊朗啊、中國啊，今天中國我們說喂沒有啊，我們沒有啊，不要說我們，我們沒有想著去干擾你們的選舉，無論你是哪一個當選，我們都樂意跟他展開對話，什麼合作，即是說那些事。喂，屌你沒有想到這樣，不是好像說、如果是這樣，你說什麼事情，我想說，喂，你非公民都可以投票，那屌你怕什麼事人家伊朗啊、中國啊、俄羅斯來影響你啊、所以我你說能夠容忍或者接受他這一類這樣的解釋，說又說什麼歧視啊，你不讓人家投票呢，這些全部自己呢，我不覺得是什麼，是因為他們去撐、民主黨盲了、我們認識很多這些人，一去到這些位置不知道為什麼屌你老母盲了、那為什麼香港不開放給未來到香港7年的都投票直情啦，喂，直情應該啊，如果這樣用你們的邏輯學完美國，這樣香港現在去投票你要拿張身份證出來嘛，是啊，學美國這樣不行，如果你要求他拿張身份證你犯法，是要求他那個犯法，是啊，不過這樣說這個法律就不是 全部 state 的，是主要都是那些就是、民主黨州的，民主黨州佔了 state、好啦、那你說啦，即是你哪有可能這樣，包括黃耀明、明哥他們都是這樣的，去到這些位置就瘋了線的、你要答到的嘛。其實呢，因為時間關係，還有很多、即關於美國選舉的消息可以說的，即很好笑啦。譬如你好像、Bill Gates 忍不住捐了5000萬、我政治中立，捐5000萬給誰？捐5000萬給一間研究所，那間研究所呢主要是做那些、又是那些 LGBTQ 之類的那些什麼關係什麼 relationship with 那些社區那些，那個呢就是全力支持哈馬斯的、Harris 的，即是學錦麗的、那你是支持誰呢？不要緊，你支持什麼都不要緊，因為我不能夠說你支持他就是邪惡的，但是如果以你 Bill Gates 的認知，對這個 世局的認知，你這麼有錢呢，喂，那我只能夠這樣說，你這麼多人都看不到的，你是邪，你不是一個普通的黎民、你不是一個不接受到、信息、或者被人洗腦的人的，應該你是一個邪惡的人咯。所以現在即有很多呢陰謀論者呢又將你標榜成為、贊成疫苗啊這樣那樣啊，是一個邪惡的人、那些我沒有證據、我只是說你只是在這方面會你看到的嘛、所以伊朗 Musk 那些是非常有勇氣的人的、即你基本上他都即不過可能他是壓對呢，我們不說那麼多了、Trump 的陣營也屌柒工黨、工黨有條友走去拉票幫屌你幫、英國的工黨，是英國工黨總監走去幫、在網上面請人、他已經最少請100人了，就會走去美國幫何錦麗，但是現在他壓票，工黨就說喂沒白，喂從來都是這樣做的，是吧，我們又沒有給錢，不是干預外國喎，仲要喂你諗，你請人喎、啊，你請人，你就俾錢啦。係啊，喺拎煙嗰個請喎。如果唔係俾人屌，
你唔會 delete 個 post 喎。係啊，屌即係好撚離譜啊！而家佢仲話唔係，我哋不嬲啊屌佢個新手上咗咩嘛？司紀賢，我哋同阿 Trump 好好關係，點樣樣講嚟嘥撚氣啦？佢前排阿 Trump 見你，點知你背後捅咗兩刀？不過唔緊要，你呢個啲咁嘅司紀賢咧，呢啲人咧。屌你啦！好啦，到阿 Trump 英國都未管掂啦。唔係，到阿 Trump 真係上台嘅時候咧，你成班左膠又呢樣又嗰樣，你阿老蕭其中一樣嘢都係咁講嘅，就係話佢唔能夠團結咁嗰啲人。你團結啲垃圾嚟咁啊！團結你把撚啊！我想問拜登有冇團結到啊？即係團結唔到咯。阿馬龍啊，團結唔到咯。有冇團結到團結唔到啊！嗰個左膠總理啊，屌梗係團結唔到啦，嘥氣啦！嗱嗱嗱聲，唔好講嗰啲啦，講翻呢一單嘢。我就不出相嘅，有港男近日在社交平台度發文，以千字文抒發，佢抒發啫，其實就未到變態嘅，暗戀一名百貨公司嘅女店員33年嘅種種鬱結，佢同時好似有曝光疑似女店員嘅盧珊珊面目，引發網民熱議。咁我冇 download 嗰張相嘅，因為嗰張相咧其實都睇唔到個女網民嘅真即係盧珊珊面目嘅，因為我嗰張相咧 cap 落嚟嗰張都係有格仔嘅，可能你鋪嗰張係冇格仔嘅，咁但係其實而家鋪出嚟咧，或者聽日我鋪啦，都冇乜所謂嘅，因為我諗我唔相信佢而家啲朋友咧會認得呢個33年前嘅女網民咯。啊，好啦，網民憶述三十三年前即係1991年，哇！其實咧而家講好耐嘅，1991年嘅事我仲好記得啊，我好記得啊。哇！嗰陣時嘅天氣啦，嗰陣時個市況啦，我買只王傑啦咁樣，我好記得搭小巴啦啊！1990年代，佢同佢暗戀嘅女神相遇嘅經過，佢當其時佢讀緊中三下學期，33年前咁，大概14、15歲，即係而家47、8啦咁樣啦。有一次行過一間百貨公司嘅入邊嘅精品店，見到一位年輕女職員，應該係學生兼職嚟嘅，佢個樣好靚，好清純，頭髮長長，笑起嚟真係好吸引啊！於是，我每日放學人世鬼大，中三就咁有前途，都去精品店度睇下嘢。順便望下佢，嗰陣時真係唔知點解要離遠望下佢先安樂咁樣。咁我都經歷過呢啲咁嘅，真係好快樂嘅時光。其後呢、這個港男更加曾經試過向呢個女仔示愛喎，去儲錢啦。儲夠錢之後咧，去到個精品店度揀一隻白色嘅紅公仔。當時佢喺度嘅，我喺店入邊揀咗隻白色紅公仔，佢面露微笑咁樣過嚟接咗隻公仔，仲話幫我攞嗰隻新嘅。佢問我係咪送俾人？我嗰陣時緊張到都唔識講嘢，佢見我唔出聲就再問我係咪送俾你心目中最重要嘅人啊？嗱，其實我又覺得好誇張嘅，佢會唔會咁講咧？係咪送俾心上人咧？係咪就係咪送俾個好重要嘅人啊？就好少會講到係咪送俾心目中最重要嘅人。咁但係唔緊要啦，唔好去挑呢啲啦。我話係啊，咁佢咧就聽到之後咧就話幫我揀張花紙，仲話咧佢收得一定好開心嘅。佢抱一隻紅公仔嘅時候，我心真係一直係咁卜卜咁跳。等到佢入好膠袋，俾完錢擺埋張收據喺膠袋入邊。我接過之後，同佢講：其實我係送俾你嘅，希望你中意啦。哇！其實嗱，如果係真嘅都好有勇氣啊，勇氣噶，都掂噶，掂噶。個女店員接咗個公仔之後，當時好愕然咁望住我。我仲記得我掂到佢隻手，大家呆呆咁互望咗十幾秒啦。可能真係交換手袋嘅時候啊。掂到隻手就已經係觸電咁樣啦，十幾秒啊！我諗幾秒咯，十幾秒好撚耐啊！佢話港男話當其時好緊張，雙方冇做任何表態，佢就急速離開啦。幾日之後，佢再去間精品店，你都夠姜喎，俾我未必夠姜再去添啊！唔係冇做啦，啊已經再見唔到個女店員啦。又係咁嘅劇情。之後個女店員再冇出現，可能我真係想問啦，我真係嚇親佢啦。佢話讀完中三之後。呢、這個港男更加去嗰間百貨公司去應徵，最後成功獲聘，更加調對精品部同層嘅部門度做嘢，就係、是、同層啫，唔係去到精品部。精品店有職員認到我，咁神奇！話佢當時咧收到我信，去話佢話個女仔啊，當時收到我送俾佢禮物之後咧，成日都冇再出聲，收工嘅時候亦都有帶走禮物。但係第二日就翻嚟辭職，又需唔需要辭職咧？不過如果你話唔係，你話如果細路女咧，真係驚嘅，亦都唔奇嘅。移民啫。其後個港男話：，一日放完例假翻嚟，有同事同佢講話，琴日有個女仔嚟揾過佢啊，話佢長長頭髮，斯斯文文，問我同事話會幾點翻，
我直覺覺得係佢咯。而精品店嘅職員又同佢又同我講，話琴日嚟過，仲轉交咗一盒朱古力俾我。盒朱古力原本攝住一封信嘅，但封信佢最後抽起咗，即係精品店嗰啲人識佢啊嘛。喂，琴日邊個嚟過喎？買咗盒朱古力俾你啊！夾住張信，不過後來抽起咗，啊，即係同佢講翻啦。仲話佢精品店嗰啲同事同佢講，之前一直有翻嚟行下睇下嘅。有時會遠遠咁樣望向你部門，係咪嗰班同事玩你啊？咪就係、是。有時仲因為點解咧？啲同事一入去已經唔得你，點解咧？因為當其時送俾佢呆望十幾秒嗰陣時咧，啲人咦呢、這個男仔咁樣噶啦嘛。嘗試朱古力都係啲同事買翻嚟嘅。咁又唔會喎，唔會玩佢玩佢，我點會買朱古力俾你啫？屌佢啊！好啦，除非遇著我啦，我係去到盡嘅。係咯，就係你啦，屌！我喺之前一直翻嚟望下望下。有時候望向你部門，有時喺收銀附近，甚至喺你面前。不過你太多客冇留意到佢，喺面前會見唔到。因為太多客冇留意到佢。OK， 江林就話：嗰次之後再冇聽過任何消息啦。佢跟住我每日翻工落到貨場，都希望可以見到佢，可惜事與願違啊！直至我轉工離開公司前最後一日，都冇再見到佢。而呢一段33年前嘅往事，一直永遠永遠咁樣藏喺我心入邊。那個江林話。女神張相喺手機入邊已經將近十年啦，點解會十年呢？喂，有部分網民留言話咧，嗰張女神嘅相咧，早前咧亦都喺同一個社交專業內行，但當時標示為90年代一間精品店嘅女職員，而相片就註明係轉至網上圖片。咁會唔會係如果咁講，其實就係呢張相都唔係？呢、這個網民影嘅，係佢喺個網上面偶然機會見到佢呢個當年嘅夢中人，所以就 store 咗落嚟，擺喺個手機度，咁就十年啦，就講得通啦。我當係真㗎啦，我唔會當假㗎。你話埋藏喺心入邊，我諗人人都有啦。你即係佢又未到唔值得笑喎，因為佢冇話而家要揾翻佢，要溝溝佢，即係唔係講緊嗰啲啊嘛，只係抒發啊曾經有過呢、這、一個，我諗。係人都有啦，係嘛？即係有時我都話我有時我最近一次，而家講我喺07年嘅時候撞翻一個我13年同佢哇好靚個女仔約咗去街，嗰日約去街就嗰日同人打交傷緊咗，冇去到，跟住冇同佢發展到。咁但係我由93年到07年，我覺得恍如隔世咧，其實十幾年啫嘛。但係07年到而家都差又17年，又另外17年啦，過咗呢17年就真係快到不得了啦。咁有陣時我喺度諗下，而家個女仔點咧？嗱，我07年撞翻嘅佢咧，仲係好靚，當然已經嫁咗人啦，做咗人媽咪啦。但係如果而家撞翻佢咧，嗱你諗下喎，我10零廿歲識佢，我36、7歲，佢36、7歲嘅時候撞翻佢，當然仲可以好靚咧，佢又嫁得好咧。但係而家50幾歲就唔同嘅咯喎。紅包款。另外一件事啦，佢又唔會嘅，那個女仔係瘦好 skinny 嘅。OK， 好咁啊。33年咁啊，彈指過啦，唔好見翻啦。OK， 咁啊，精品店啊，好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